但是水陆互相难明白。龙宫南湾这个神仙，一个土，唯独孙家客人尊重。用东车干杠铃啊，中华南洋局平面上一动的前面发生了一些微小的白车。热车站车到啊，龙上官，伊个关系列军就出将军官面前对我们当当太无礼，你不当。谁人知道你好运好风顺？讲出名哈，啊，今仔日就是来举办这个地天台哈，因为咱伫这个礼拜日哈，就是新历的这个仪式，这个这一天早是八点就要来起驾。哦，那这边这个路程呢，吼，就是讲照顾的吼，咱全程徒步吼，大家拢用行的吼，啊，对这个漳水、罗秀水，啊，然后对溪州，然后西丽大桥吼，啊，分林家己安尼，总共有八天的时间啦吼，啊，有过程当中有一挂足传统吼，啊，拢照顾的进行的这个科仪啦吼，譬如讲咱伫本港吼，就是咱的迄个祖家所在。吼、哦，有进行这个换龙袍的仪式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有扎了一束新的这个妈祖的迄个皇冠皇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规家即家甲换起来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表示讲一种饮水思源的这个心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咱伫北港哦，朝天宫甲新港奉天宫哦，拢有来举行着是非常隆重的祭典，吼、哦，那么今年上特别的一个科仪，吼、哦，一个鼓励就是讲咱伫。气动吼，西丽隔壁这个森林气动，要当来咱彰化县的时阵吼，所有的人员吼，包括咱的乱叫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团队所有的顶头，拢会就是讲绕溪吼，行过这个落水溪，啊，对落水溪行当来咱溪州这边，啊，再来回銮，当来到咱的这个啊日庙安尼，吼啊，所以伫这里来行棋，咱是制作有。啊，那是啊，啊那是姓什么、姓什么、名什么，啊，伊个咧代表，伊个正牛主任委员，啊，彰化市市长干部总管理刘世贤。要去啊！要去啊！要去啊！